第三题，如右图，已知上方绳可支撑最大张力是一千牛顿，支柱可支撑最大张力是两千牛顿，而下方绳可支撑任何重量，则物重最大是几牛顿？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，所谓的上方绳是指上面这一条，上面这条绳子张力如果是 T 一，上面的绳子这里最多可以支撑一千牛顿，这是最大值。而这根支柱最多可以支撑张力是两千牛顿，所以这个支撑的张力最多可以支撑两千牛顿。而底下这条重量则可以支撑任何的重量。现在要问你，这个物体的重量最多多重？ 因为一边绳子拉住，一边棍子撑住，而悬吊的物体的重量，所以对于中心这一点而言，如果这一点叫做 O 点，O 点同时受到了三个力的作用，沿着绳子有一个细绳的拉力，如果这个细绳拉力叫做 T 一，沿着棍子，因为绳子压着棍子，所以这个支柱它向外支撑，所以这个支柱产生一个向外支撑的作用力。 这个支撑的重力如果叫做 N 弯，而如果物体本身它能够悬挂最大重量，假设是 W，所以这个绳子最多支撑的张力就是 W 的重量。对 O 点而言，同时受到重力、绳子的张力以及支柱的支撑力，这三个力同时三个力的作用达到三力平衡。我们把上面图画到底下来，底下这边重量是 W。 这边张力是 T 一，而这个支撑力是 N 一。上面这个斜角三十度，底下这个斜角四十五度。由于对顶角的关系，所以这个角也是四十五度角。而一边三十，一边四十五，所以上面这个角度是一百零五度。因此，O 点同时受到三个力的作用，达到三力平衡。 所以我们可以用拉米定律来解决这三力平衡的问题。所以向下重量 W，如果比上所对应的角度是一百零五度，所以比上 sin 一百零五，会等于 T one，左边绳子的张力，所对应的角度是九十加四十五。 所以这个角度是九十加四十五，因此 sin 九十加四十五会等于 cos 四十五，然后再等于 n one 它所对应的角度是这个角九十再加三十度，所以 sin 九十再加三十，所以等于 cos 三十度。 这边因为有个 sin 一百零五度，所以我们先求 sin 一百零五度。因为 sin 一百零五度是 sin 六十度加四十五度，所以等于 sin 六十乘 cos 四十五加上 cos 六十 sin 四十五。 所以等于 sin 60度二分之根号三，cos i n e 45二分之根号二，加上 cos i n e 60二分之一乘上 sin 45二分之根号二，所以乘起来等于分母是四，前面是根号六，加上后面是根号二。 所以 sin 一百零五会等于四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。所以重量 W，我们比上四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，等于 t one 比上 c o s 四十五是二分之根号二，因为二分之根号二等于四分之二根号二。 再等于 n one 比上 cos 三十度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可是二分之根号三分母如果变成四，变成四分之二根号三，这样分母大家都是四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分母的四约掉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先判断 t 1和 n 1谁会先到极限，因为 t 1最多可以支撑一千牛顿。 而 n 万最多可以支撑两千牛顿，因此我们先比较 t 万如果是一千的时候，则一千我比上二根号二等于 n 万比上二根号三，这时候分母的二我先约掉，把根号三乘上来。如果我们假设根号三等于一点七三，一点七三乘一千。 等于一千七百三十，所以 n 万就等于一千七百三十除以根号二，根号二是一点四，所以把一七三零除以一点四除出来，一定是小于两千，所以表示如果 t 万刚好是一千牛顿的时候，n 万还没有到达最大值，所以当 t 万到最大的时候，n 万还能够支撑，这时候。 我们 t 1保持一千，所以把重量 w 我们比上根号六加根号二，等于 t 1我们用一千比上二根号二，所以这时候重量 w 会等于把根号六加根号二乘上来，所以一千除以二等于五百。 分母有个根号二，分母这边根号六加根号二乘上来，结果我们可以把根号二前后把它除掉，所以等于五百乘上根号六除根号二变成根号三，根号二约掉变成一，所以根号三加一，因为根号三等于一点七三。 一点七三再加一等于二点七三，所以我们把二点七三我乘上五百，结果等于一三六五，所以有一三六五牛顿，所以物重最多一三六五牛顿，这是第三题。